顽皮跳豆，幼儿材料，跳豆一颗，底盘一个。步骤一，观察跳豆是什么形状。步骤二，摇一摇，跳豆里有东西吗？猜猜看是什么。步骤三，将跳豆直立放在平面上，观察它会如何。步骤四，将跳豆放入底盘中，试试看如何控制跳豆的移动方向。耶，成功了。因为钢珠在跳豆中滚动，重心转移，因此跳豆也会随着翻滚移动。